我分明警告过你不要接近我哥。看来你不知道敏赫对我还有迷恋这件事啊。你说什么？所以才叫你对我客气一点。我说过不会只有我受伤的，这次泄露新产品的人就是车庆珠，不能只定我一个人的罪。吴市长能平安无事吗？那你就咬住吴市长吧。我劝你最好别想动，到时候车代理失去的不是只有工作了，郑秀哥就是彩云的哥哥吧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到10点，未来戏剧台星星月亮都摘给你。